今年在石门国小担任校长，之前在龙兴国小，因为龙兴国小有管乐，那我在那里呢，虽然很忙，可是听孩子们每次演奏，我都觉得有一种遗憾，就是我为什么不是在其中的一员？所以我在那边四年后的第五年，我才开始，拿着这个乐器开始练，从那时候到现在呢，大约四年，断断续续第四年。是校长，好像我印象中之前在学校也会召集，不管不是只有校长本人哦，他还跟学校里面的老师，对吗？还有跟家长会的会长，也一起组了一个萨斯风团在表演，对不对？对。好，我们曾经在亲子教育日的时候，就是在学校广场演奏，然后前面有一个打响箱，为学校呢募一点款。好棒哦。那我们今天有打赏箱的准备吗？好像没有哈。没关系，其实学音乐就是自娱娱人哈。我觉得，大家现在看到台上有人在演奏，你会一种羡慕、向往。如果你有这样的心的时候，你就赶快去做。你如果不做，就像我在龙兴的时候，前四年就蹉跎过了。可是我第五年开始到现在，我就觉得我日进有功，哈，陆续在进步之中。所以呢，欢迎大家大大小小加入。龙潭爱乐管弦乐团，太棒了！我们再一次掌声谢谢我们的陈秀慧陈校长。我想校长，你的明年的目标就是跟龙潭爱乐一起上国家音乐厅，对不对？我刚刚有说自娱娱人，我的目标就是我好好练，退休之后呢，我能够去当一个街头艺人，多赚一点钱。是，太棒了！好，我们再次掌声谢谢我们的陈秀慧陈校长。好，那各位可以看到在。